梁家辉命彭于晏挑老婆，自己来。挑媳妇的事，交女朋友的事，当然是让他自己来挑，又不是嫁给我。对，你喜欢哪一型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但不告诉你。好，家辉爹地，你透露一下嘛。韩战二6月28号在威风广场举办见面会，其中扮演李氏父子档的彭于晏和梁家辉一同出席。您看看，您看看，两位型男一出场就是不一样。其实彭于晏与梁家辉5年内已5度同台，第3度扮演父子喽，父子俩感情也越来越好呢。历年来看着他一直一直的，一步一步的，慢慢走过来，一直在进步。我老怀大胃，我去香港的时候肚子饿，就打给对啊爹地说我饿了，就上来吧，吃饭了。娱乐动新闻，我 love you 报道。